日本大选，民主党做太烂，自民党夺回政权。日本民主党三年前夹带日本人民期望首度执政，但是民主党昨天被自民党打趴在地，日本再次变天。野田佳彦败选主因包括外交政策太过软弱，民众对他的消费税政策也颇有怨言。安倍晋三会胜选，主要是因为野田做得太烂。含泪投票的日本民众，除了对他的货币经济政策抱有一丝希望，也期望他的鹰派强硬外交政策能重振日本雄风。不过，他经济挂帅不废核的立场，也引发许多日本民众的核安忧虑。哎呦，日本人民，你们也别太紧张啊！反正日本首相的任期向来都超短命的，不是吗？你觉得安倍的首相任期能撑多久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